老马，婶儿。哎，哎，小猫来了，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，我做饭。哟，回来了。啊。累了吧？不累。渴了？喝杯水。我自己来吧。哎，哪能那劳模倒水呢？哎呀，舍命追疑犯，这就是劳模。我估摸用不了两天，该带大红花了。这话说的，这都是咱应该做的。再来杯子。不来了，这家伙干一个水饱，我一会儿还吃饭呢。哟，还惦着吃饭呢，看来是饿坏了。还真让你说着了，这帮唱人这呢，就是为了吸引成哥主意，然后趁机行气。我刚下车逮着仨，开始嘴硬，啥也不说，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。人呢？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，所以就给他们放了。那你不白溜腿了？那也不能算白跑啊，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。都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那可以回去了，等着带大红花吧。这要带红花，也得咱俩一块儿带。那玩意儿我带不过，你留着自己带吧。行了，走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？听见了。那咋还去追呢？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？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。不是不好使，那不是不赶趟了吗？再者说，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。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？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？我真是着急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下去就追了。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？你不还得放吗？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。我这次逮不着，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。再者说了，有这么一回，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？抓贼是态度问题，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，那还当啥警察？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？哎，我没有这意思啊，我这是说事儿呢。哎呦，这咱厂出这啥动静啊？行，你是我徒弟，你归我管。我不让你下车，你私自下车，无组织无纪律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去你的吧！你不就想冲大个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没碰到硬茬子，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。哎呀，老马，你这咋了？我那闭嘴闭嘴！就那几个小毛贼，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。你这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抓贼是态度问题。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，就不配当警察。你站住！谁不配当警察？干啥呀？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？消消气儿啊！哎，你干啥呀你？你没事吧？你看看。人呢？打他不行吗？他是我同学，他是我徒弟，那也不能打呀，那要传出去，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。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。我跟你说不明白。你跟我说啥？他是我徒弟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咋了？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？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？你别怪我，要怪怪他。你先动的手，我怪人家干啥呀？哎呀。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，踹得轻了。他打我，你还替他说话？那谁让你做错了呢？你也觉着我错了？那你说呢？啊？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，这是规定，你不知道啊？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，说没影就没影，那不乱套了？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，这多险呐！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。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，你还回得来啊？我都想踹你一脚了。打死我得了。你可嘴硬。爸，
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。就因为这事儿啊？也不是，我俩合不来，我受不了他。你再换个师傅，你保证就受得了了。嗯，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谁没个毛病啥的？你受不了就换师傅，受不了就换，哪有这样的？再说了，你算老几啊？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？以你为中心呢，你说换就换。有个好点的态度。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，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，你等着处分吧。那还能给我开了？饭在锅里热着呢啊，记得吃啊。我出车了。哎，走点啊，这放里边轻点。那我不喝，你喝吧。不是让你喝，让你给燕子送过去。没看我忙着呢。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，没帮你想法子啊。这法子好啊，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。快去。燕子，爸给你冲了杯奶。燕子，哦，没人呢，那我就自己喝吧。爸，你不该打王鑫。你不了解他，他心高气傲，眼高手低的，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。可他是我同学，你这么打他，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？那就不来往呗。他犯了错，还嘴硬，我不打他，他能长记性吗？跟你无话可说。你不喝？不喝我自个儿喝。哎呀，我说你呀。咋整的呀？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？谁跟他不痛快呀？这孩子咋了？这胳膊肘往外拐，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。我不管啊，不管你俩咋不对付，反正不能吵吵。这一吵吵，小事就变大事了。行了，你把奶喝了，咱睡觉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别人跟你抢，你干啥呀？哎呀。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，好容易回来了，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。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。是我愿意离开家的。回头我再想想办法，我再说说燕子。苦了你了，老妈。我是觉得呀，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。汪鑫他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是师父，你应该大度一点。素华，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。说实话，这王鑫啊，敢打敢拼不怕死，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。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，不给他吃点苦头，早晚他是要吃亏的。我踹他一脚，这是轻的。那照你这意思，你是在磨练他？当然，他是跟我搭帮的。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，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。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，
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，那我还有脸再敬对婚吗？我就说嘛，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！说实话，王鑫呢，比他爹是强多了。那老王自私自利、胆小如鼠，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。你说来也怪了，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，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。 硬骨头的崽子，是他亲生的，不一定。哎，淑芳，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？你不能总拖着。没事儿，看过了没用。多跑几家医院呢，明咱就去看中医啊！行。 以后再说啊，咱睡觉了啊！行了行了，我来吧，你别动了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你听我的吧，别动了。幺儿，幺儿，幺儿。幺儿，幺儿。上班去啊？啊，幺儿。上班去啊？废话，不上班上山去啊？ 呀，正好，你快！我得上厕所，你先走吧。啊，没事，我等你。等我干啥呀？你走你的吧。哎，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。你真有意思，我等一会儿呢，你先去吧。我不着急。你别迟到了，走你的。小姐，撒酒了。 看见我呀？看见了，你拿下啥？跟你说句话。说呗。我在这不方便啊。没啥不方便的。就是不方便。那我先走了。 我爸他火气大，你别埋怨他。你这火气也挺大的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他对别人也这样。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这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他也是为你好，怕你受伤。你想想，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！那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咋办啊？他就是怕我拖累他。你别这么小心眼儿。 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，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行，我小心眼儿，他是好人，我不知好歹，行了吧？哎，老爸，你先说。说话呀？还是让王鑫先说吧。 小王，那你先说。这不都知道了吗？这还有啥可说的？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，那你是当事人，你就得说呀。是这么个事儿，车上有几个人，唱二人转，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，完了同伙伺机行窃。 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，车到站了，当时脑子一热，我就下去追。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，但我没听，一意孤行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，认错认罚。
甘心接受组织处分。嗯，说完了。说话有什么毛病？这是说完了。你说两句。 说起这个事儿呢，这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么说吧，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，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，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这在外边荒废了10年，刚回来工作几个月，还没回过来神儿。 这个事情怪我，是我脑子转得慢了。哎，老马，说的是高新同志啊，不听指挥，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，没说车上的事儿啊。没有车上的事儿，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？车上、车站、线路，这都是一体的，不能拆开看的。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，这个事情呢，它也得刨根儿。 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，实际上应该在我。当然，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，他犯了错误，这个他得认。但王鑫是我徒弟，他犯错误了，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，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？行了，就说到这儿吧。 请领导处理。坐。坐不住，有事赶紧说吧。咋的？你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？坐吧，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。 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？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？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？那你是他师傅，那不得问你啊。这处分轻了还好，我怕处分重了，你有意见。我哪敢有意见？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。我稀罕他？你呀，是越稀罕谁，就越把谁往死里整。 这孩子太莽撞，有勇无谋，毛茬太多，不把他捋顺了，早晚要吃大亏。嗯，你就直说吧，我会酌情处理的。要不就记个过吧，不大不小就行。我再带他溜溜看。就是不疼不痒呗。不行。 得疼点儿，不疼，他不长记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马叔，马叔，踹你一脚，我这辈分还长啊！ 谢谢。谢从何来啊？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？你小子给我听好了，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，我并没为你说话。你这人咋好来话不分呢？我这是感谢你，我不需要你的感谢，我不徇私情。咱俩能整出啥私情？你这话说。 我不信了，不信了，不信！真他妈的，我这……你说啥？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！给你爸爸看看。给我爸有啥关系啊？看点酒料。
干啥？干啥呢，老吴大哥呀？呀呀，你看不见我干啥呀？我帮检查呀。你帮我检查啊？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？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？干啥？黄洋站比咱站小啊，小不少呢。没屁了，傻子刺挠啊？那啥，那个，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？还行吧，有进步。那个，啥事儿啊？啊，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？你十只鸡花多少钱？啊，没花多少钱。定金呢？花的比这。你知道是我干的？我猜我也猜出来了。你说牛大力哈，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？你说你把鸡偷走了，整只病鸡回来，然后把人灭门了，哎呦，整十只小鸡，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。不是，老大哥，我告诉你，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，你知道不？知道我肯定不吃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。灭门之后完了，你个鸡崽子就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事，你说你的。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，睡不好也吃不好的，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。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。你俩还磨叽啥？马上开车了，赶紧上车吧。我跟你讲啊，牛大力啊，我早就想吃蛋王，你还给我留一口。大力啊，蛋王好吃不？哎呀，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嘛？哎，将军，老婶儿，你这。说人话，手表还是来给老太太。着啥急？早晚不都是你的？嗯，我现在想戴，让你看看时间。不是，这车上人太多，你戴手上再让给惦记了。懂什么呀？那手表买了就是戴的，就得戴出来让大家伙看看。看看，那给你给惦记。下车给你。那长得快点！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。媳妇儿，挺漂亮的。是，我给她买了个表，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看。上海啊，可以啊。这人都没去过上海，你说。哎呀，多哪？我都没出过。起来了，兄弟，找啥呢？咋了？这是咋了？这是表丢了。撞了，撞了，就那样，抠死！快点！真的？啊，包上来一口子。确定放这儿了吗？确定。这车上还有小偷呢？是搁这儿了吗？啊，就搁这儿了。这包在身上怎么丢了呢？不好意思，这不让人拉走吗？这东西丢了，来，埋伏。真不要脸啊！你好好想一想，啊，这警察同志来了，赶紧报案吧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那个我要报案，我出事了，我东西丢了。啥东西丢了？手表。手表戴手上丢的？不是，这放包里了。你看这包让人拉了。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，这人得多不要脸！你看，手表啥牌子？上海的，好贵了。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，都去过哪儿了？去过哪儿？想想，你好好想想。没去哪儿啊？我
我最近有点气懵了，我上厕所人多不？是，那这人可多了，乌泱乌泱的。上厕所人头。李桂兴，我姓唐，唐兴国，那个哈城的，去宁阳看看去。这我媳妇李玉秀。未婚妻还没结呢，结不结还不一定呢。你说这干啥呀？啥叫不一定啊？你说那有用的呀？那个重点是，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，借了12张。 然后还借了一百二十块钱买的，给他妈非得要。你说是不给不行，彩礼。你这是彩礼啊？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？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，你一块手表就想娶了我，现在表丢了，想表没想娶我呀？当着人面你说这干啥呀？你说这。都是你，磨磨唧唧，早给我戴上能用了。戴上少，你手都给剁了。你说这干啥呀？就是表没了，你还想不想结婚了？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。不吵了，行吧，王鑫，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，我去看看。 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给你讲，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。来，我妈了，这会儿啊，你有理了。来，扔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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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！哪有医生的便池进去了？我这屎！我还能扔什么啊？干嘛躲在厕所里？我上厕所我撒尿呗，我还能干啥了？站起来！啊！起来！啊啊！过来！啊啊！什么都没有。你把手腕子弄骨折了，我给你没完！你别没完没了啊！皇上马上就到站。 手表找不着，看我妈怎么收拾！哎呀，这吓唬谁呢？你妈咋的？你妈还能要我命啊？什么态度啊？你把表丢了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怎么着？我还得夸夸你啊！你真棒，你真行！哎，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。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？是，那你记啊？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？对吧？那谁也不想让表丢了，对吧？那人家小偷偷的，那我能有啥招啊？ 唐兴国，手表到底买没买？这啥意思啊？啊，你问这话啥意思啊？我咋听不明白了？我买没买？我当然买了呀！你看见了呀？我只见了一个表盒，里头有没有表？我没见着啊。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，你没看里面啊？我求爷爷告奶奶，我托关系，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，你问我买没买？ 那人家那个火车，人家要开车之前，人家送过来的吗？我没来得及，我放包里了，装包里放那儿了，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？对呀，你这么说呀，就对上了。我说呢，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？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？你厉害呀，想空手套白狼。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？行，你厉害，这婚宴我不接了，爱给谁钱给谁钱。 姐，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！哎，他人穷我认，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！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！又不至于是骗子，这你看他挺老实的。大妹子，这日子长着呢，等有了钱，咱再买。大姐，穷点富点没事，换个人可不行，是不是？唐兴国，你这人真没法处，咱俩散伙。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去。 散伙啥意思啊？散伙，散伙啥意思？听不懂啊！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，过不下去了。姐，这气头上别说这话。就是啊，都在啥意思？别说这话，你就说，你不要我了？对，不要你了。你说你不要我了？不要你了。 哎呀！哎呀！哎！
你消停！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啥意思啊？不过了是吧？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？对，不要你了，我不跟你过了，我跟你散伙！骗子，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！姐，你消停，你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你个渣男！别看了，坐，别看了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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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儿，你也坐会儿。刚告你，我骗你什么呢？ 哎，我的呢？管委不活了！哎，站住！把他放下！放下！有什么心事吗？哎呀！哎，我刚瞅那边有个穿白大褂的大夫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别看了！就搁那边呢。让开！结婚，结婚！谢谢，谢谢。别碰！ 我告诉你啊，表要找不着，照样给你散伙。哎哎哎，这位同志，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。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？他真把命搭上了，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？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。你们两个回去。 该结婚结婚，好生过日子。手表没了，这还能挣？人没了，这不啥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警察同志，我听那意思，这表能找回来哈？这都费心了，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。哇，麻烦了哈，谢谢。真有表啊？ 他都这样了，那能骗你吗？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，我在意的是你，我怕你骗我。少跟我来一套，我都不认识你谁呀、啊？你谁家闺女站这儿了？骗谁？这是你就别碰我，你雾雾秋秋的。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，我等你们消息啊，我在这儿。你们唠吧。 你不认识你，你不要碰我，有人帮你快点，警察快点救我！你坐这边，我坐那边，我就不给你。行了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道歉了。赵远给我来黄桃罐子，我要补一补。来点肉，行吗？给，上次你出一下，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，表都是我借钱买。给我给谁呀？我给那小护士去，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。给你们，你别碰，疼疼疼。 不是老妈，你咋的？你不找麻烦，浑身难受啊！我怎么了？咋的？人家乘客说了，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。就那小偷吧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那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，那委屈的不得了啊！说是好好的一个人，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！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。不是，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！ 伙食费、雇人照看费，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拍一个人养活。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，还有什么生？那就心情调整费啊。不，心情调整费，这是个啥玩意儿啊？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，那刺激着了啊，那睡不着觉啊，这一闭眼呢，全是你这张脸，那成宿的做噩梦啊。 不对吧？睡不着觉，还能做噩梦吗？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、难受的状态，这种感觉。小王说的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。是，他要是能报销，也给我报销一个。哎，老马，我给你数了一下啊，一共是。 12小费用，你看这咋办呢？他这是讹人，还怎么办？别急，别急啥呢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去见见他，说两句顺耳的话，争取少掏点钱。郭队长，我是一个警察，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那得是贼顺耳的话，贼也是人。
说两句就说两句。坐那儿去。这，你捧哏呢？你说相声呢？在这儿一句一句的。不管咋说，那人家找上门来了，咱们理亏啊。顺着忙啊，麻烦麻烦，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。至于说他是不是贼，等以后你拿到证据再说。有道理。那我把人给带过来啊。就这样。当着领导的面儿，给我上眼药。你小子挺出息啊！我要真是说坏话，那我也得背地里说。这夸你手劲大呢，万子王。找过耍心眼儿，我知道。你心里横着刀呢，我狠不狠？再给我整是吧？你知道就好。老板，你要是缺钱，我那有，啊，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。我就知道，肚皮疯。老板，你们俩呢，好好协商啊。有事说事，别呛呛啊！特别是侯三金同志，别得理不饶人的。明白。行，您唠吧。哎呦！坐对面去，咱俩是冤家对头。我不敢坐对面，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，晚上我做噩梦。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？说话听得也不真亮。那就大点声呗。贵姓？侯三金，哪个金？一二三的。我问你是哪个金，你紧张啥呀？我没紧张啊，金子的金。这名字有点意思，啊？怎么讲？小时候三斤重，以为活不了了，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金，没成想越活越硬实，越活越值钱，就改成金子的金。越活越值钱，嗯，就顶叔我本事大，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。我说，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那不叫本事，你那叫害人的东西。你不光害别人，你还害你自己。你别跟我废话了，你把我手腕冻骨折了，咋办？哎，别动手，动干啥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。我看看，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，严重吗？害怕了？你不挺能耐吗？装得跟老虎似的，转眼怎么的？变成小野猫了？我怕你。医院开的单子。所有费用都在这儿了，咋办？你说咋办，咱就咋办。啥意思？想赖账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不把你弄伤了吗？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，我把你供起来，
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，我还陪你睡，行吗？啊？啊？哎，这不说话，这就算答应了。不是，你想干啥？好啊，你把我放下来，要不然我喊人了。喊吧，没人听得见。警察！警察！警察！叫我干啥？你把我放下来，我有话说。我有话说。好啊，走，到我家躺着说。别！我服了，小子们，我服了。有，你不骨折了吗？好了，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？哎，我之前是骨折了。嗯，哥，我知道你姓马，马哥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？这样，费用我不要，啊，不要了，交个朋友。对，敞亮不？想跟我交朋友了？那就跟我说实话，说掏心窝子的话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唠得正热乎的，去哪儿啊？我都不要钱了，还不行吗？路就在前方，一行人一路乘飞扬，晚灯照千百响，转眼炊烟满堂在他乡，途中路过多少人那飞飞扬扬，崎岖几段峰回又一趟，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，那答案是心怀家和远方。我们停不下这脚步啊，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，哪来悲望，一步一想，愿我们始终热忱一往。都说爱人生一世也落一秋，归来的人啊不回望，这一趟冷暖温凉，他只会牵断烟尘。回头啊，人知道。